这一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去把十二鬼月的下旋眼梦给我收拾掉。是，主公。南南东，南南东，下一个目的地无限列车，南南东。鬼杀队，出发！没什么假。不知跑了几百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爸妈看了全欢喜。这是什么生物啊？哦，该不会就是同事遭骗土地的主人吧？呀，这我车上不会真的有鬼吧？你是骗人的吧？太激动！Nan nan kololi, kong kololi, oniya koyo do kong kololi, 已经永远都不会再醒过来了。Nezuko， 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变回人类啦！我该不会是做梦吧？哇！Nezuko 酱 ，Nezuko 酱 ，Nezuko 酱。小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我们去杀蟑螂。是，老大。哦，蟑螂，蟑螂，杀蟑螂，杀蟑螂。爸，我考了100分。哼。爸，我这次考200分。哼。你看到没有？我考了500分，看到没有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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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你爸，你为什么就这样走掉？哟哟哟哟，为什么我考了500分，你还是不认可我？哟哟哟哟，考500分又怎么样？你跟我都成不了大事，没有意义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我告诉你，哟哟哟，现在就吃根热狗压压惊。啊，是。Ha ha ha!
续睡，好吗？真的笨鬼，受死吧！睡吧，醒来，睡吧，醒来，睡吧，醒来，睡，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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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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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对不对，我干嘛睡着？好可怕哦，我会死掉了，等级喽！ほろろ呼吸、右の肩、上り、エンテン吉祥、バケツ我输了、怎么可能、我都还没使出全力啊、一个人都还没吃下、我的计划都白费了、都是你们害的啊、那家伙明明是个智障，又那么吵，还有那丫头，她不是鬼吗？这什么鬼啊，居然跟人类合作。还有那小鬼，明明就只是个小鬼。还有那头猪，只会鬼吼鬼叫，它真的是头猪，肚子还那么大。总是底层的鬼遭到鬼杀队的扑杀，尚贤这100年来原封不动的人马，连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尚贤的强大不再是同个次元吗？我被分了那么多血，都未能气急他们。可恶啊！好想重新来过啊！我不甘心！啊！火车快，太快了吧！夜过沙心，不到好了，亲爱的，慢慢慢慢，呀呀呀！土地的主人吧！呀！呀呀呀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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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级龙，等级龙，变冷了吧？笑屁呀！呀！我中邪鬼术，你是猎鬼吧？小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我们要去三、二、一。看砖！真的掉了！考500分又怎么样？成不了意义，要我跟你说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太多了，太多。三、二、一。别动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没错，我们又要来办第二波的鬼灭抽奖了。那这次的奖品比上次还要精彩，因为这次的奖品都是鬼灭正版的周边商品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次的奖品 ，Nezuko 的口罩 ，Nezuko 的钱包，还有善意的 T 恤。它前面是一只猪太郎，超可爱。然后后面是善意的图案，这里。那它这一件呢、啊，我觉得它做的很棒的是，它这只猪太郎啊，它其实不是只有一半而已，它这个口袋打开啊，里面会有整只完整的猪太郎，我觉得这点超赞的，它超可爱。然后这些商品我其实都之前有在我的 FB 跟 IG 有 po 过，你们可以再去找来看。那这件 T 恤呢，穿起来大概长这样。对，那这次的抽奖办法跟上次一样，就是要订阅小雨的频道，然后按赞这部影片，还有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留言的内容呢，请回答出小雨在本片扮演的角色是什么。好，
那完成以上的三步骤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那这次一样会随机抽出三位幸运儿，然后随机送出礼物咯。详情请见资讯栏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